我觉得对现代的中国人，尤其是中产阶级以上的，这个就是比较高阶层的中国人来讲，这一次的两会对他们是一种羞辱，我认为是一种羞辱，因为这个人类文明的历史的这个进步啊，它居然被别人用这样一种方式，把这样一种结果强加在你们头上，而且告诉就是你支持的，你是全过程支持我了，你是被捂上嘴，被蒙上眼睛，让你止步，你不许出来等等这样的方式，我认为这是完全是一种羞辱。好，就在网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叫做敏感词，对吧？敏感词其实反映出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绪。这个正好他那个当选那天呢，跟袁世凯这个当中华民国总统是同一天。那么袁世凯后来不称帝了吗？后来又这个多少天八十多天之后又退了，所以很多人就开始讨论说，哎，怎么这么巧啊？他难道想当第二个袁世凯吗？结果袁世凯都成了热搜词了，不是一个热搜词，第二个是他又成了敏感词了，对，不让搜了。没错，袁世凯估计也没想到他有一天会成为敏感词。袁世凯挺冤枉的，我觉得，因为在北洋军阀，尤其在袁世凯那个时代，中国的新闻是自由的，可以私人随便办报，可以随便骂总统啊。其实这个在清末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到中国是越来越可笑了。郭总编你怎么看这个事情？袁世凯，我们刚才谈到袁世凯，我个人认为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最好的政治家之一了。我对他评价很高，但现在被拿来和习近平比较，就是如果他本人知道会死不瞑目的。当然袁世凯他当然有他的致命问题，就是当一个人的权力太大的时候，他会形成一个封闭的圈子，把自己包围起来，现在我们叫这种叫信息茧了。袁世凯的问题就是他真的以为中国人全都支持他当皇帝，当时所以他知道，当他知道大家反对他的时候呢，后悔自责，很快就病死了。所以按照现在中共的看法，就是袁世凯这个斗争精神实在是太差了。郭总编啊，说到这个民主嘛，其实我知道啊，习近平啊，他为什么他要这个全票当选啊？其实他经历过党内的一些这个叫民主事故。哦，民主事故。对，因为其实，在那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那时候赵紫阳当政的时候，那么其实在这个选举上啊，稍微有点开放，就大家有的时候可以表达一些不同声音，所以那时候你会看到有差额选举啊，或者是哪怕等额选举里面也有要一定的比例啊。那么习近平呢，他其实那时候呢，他经历两次啊，一个呢是1987年，他在选这个厦门当市长的时候，那么当时是要求你最低选票不能超过50%，不能低于，哎，不能低于50%，但是呢，到最后他的50%以下就没过。说实话。具体为什么不过我们不知道啊，可能是不是他这个太喜欢说空话又不老实啊，反正就是没过。结果习近平他就这次就没过得去，败了，然后又回到福建去了，然后回到他后来被调到宁德去当书记。对对对，然后呢，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是他选这个中央候补委员，当时也是要有好像是60%的选票，当时呢也是基本上过不去了，后来没办法，组织部门反复做工作，一轮一轮做工作，对你不行啊，这个事情要过呀什么，那么到最后勉勉强强过。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啊，习近平为什么现在对这个选票他一定要全票呢？他估计还是有一点阴影在这里，因为一旦不是全票，是不是就会一下子被否定啊？等等等等。所以，他肯定都相当喜欢听这个那句话，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对，那这次两会前啊，其实大家最关注的有一个东西，就是所谓内委会啊。我们在节目里面其实也讨论过很多次，而这个内委会可能成为一个超级机构，像克格勃啊，如何如何的。但是开完整个会，没发现公布这个东西，所以很多这个网络节目大家就不谈了，我们还是谈一下吧，大家有个交代啊。郭总编你怎么看？为什么这个内委会啊这次没出来？内委会这个消息当时是香港明报爆出来的，它不是空穴来风。这次两会的官方层面上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内委会应该是一个党的机构，
就是中共中央下属的一个机构，而不是国务院或者是人大的机构。所以它的设立呢，并不是在两会中确立的。两会之后，夏天马上就要开三中全会，就是二十大的三中全会。三中全会一般都涉及到改革问题，如果设内委会啊，大概在三中全会上这个议程上要提出来和解决。当然也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放风了，测试各界的反应，一看反应声音太大了，太愤怒了，内部冲突太多，就不搞了。但这不过这个好像不是习近平风格，因为他比较喜欢斗争。对对对，在我们看到现在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呢，很多部委都变成了办事机构，就是没有决策权的。比如说金融资产管理局，直接说是，就是说他直接现在变成，我们可以这样翻译，就是说中央金融资产管理委员会的办事处，我们只能把它当成一个办事处。哈，还有公务员局现在变成中组部的办事处，国新办归了中宣部管。所以呢，看来中共中央就是他会设多好几个委员会来直接管事，实际上呢，就是把原来的各种领导小组啊变成了常设机构了，叫做委员会。国务院的那个部委呢，原来我们去北京看各个大部委都是一栋一栋的大院呐、啊，大楼啊，像那个我看地质部它不是在北京西市内，那都是一栋一栋的那种大楼，它真的是权力机构了。但现在呢，这个国务院的这个部委呢，它只是办事机构了。这就是所谓总统式的一些做法，就是总理变成了虚职，真正的权力在总统那。当然了，美国也是这样，不过呢，美国就是没有总理了，但不同的是，美国的总统是经过全民选举的授权。习近平这种做法呢，等于是彻底的把原来的那个制度模式就是翻转了，彻底彻底集权了，那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对，它会引起体制内的很多很多的混乱吧，就算他不是反对反弹，也会引起很多混乱，这个后面很多很多事情可能会发生啊。那闯闯你怎么看这个内务委啊，或者内委会这个东西，这一下怎么现在没有了，你是怎么看的？他这个机构的设置实际上是和国务院没什么关系，它属于中共中央下设的这样一个机构。我们要注意看了，他这一次说的非常清楚，是在中共20届二中全会，他提出的方案是党和国家的这个机构改革方案。但是我们这一次看到的只是国务院的机构改革这一部分内容是什么，我们知道了。但至于中共中央那一部分的改革，其实我们并不了解。大体上呢，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判断是说，在这个中共的二会开完之后呢，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可以看到中共中央他下设的那些各个机构啊、委员会的那些公布可能会陆陆续续的出来。你就像这个刚才郭女士提到的，这个国务院的金融资产管理总局，这我们已经看到了。但是这个就是说他下属的很有可能是中共中央什么金融工作委员会之类，这个金融工委我们还没有看到。但是之前消息都已经说了嘛，这个金融工委很有可能是说丁薛祥这样的，或者说至少是何立峰的这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级别的人来担任书记。那我们就现在还没看到消息嘛，所以我想再等等看吧，过去接下来一周内很有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消息公布。除了内委会啊，就是那个内务委之外啊，原来也传说国务院会大换班，除了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之外，很多部长啊、什么部委啊、首长可能都要换，但是现在都没有出现。我们现在看到情况是，很多这些部长啊、部委啊，他们这个不是中央委员，而且还超龄了。你觉得这个怎么？他是留下了一帮原来的班子，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我觉得应该只是一个暂时的国度现象，就是说这些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的。我印象中的话，李小鹏应该作为一个交通部长，好像也是留任了，但他也不是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委员。对。这么这一次有了那么四五个人，好像我觉得可能就是过渡一下，几个月、半年，不太可能超过一年。就像这个之前外界也比较关注最多的是那个人行的行长易纲，这次易纲留任，我估计也应该，他不太可能是像周小川那个样子留任，因为周小川在留任的时候，他其实那个时候有一个年龄的问题，把周小川甚至提升为全国政协的副主席来兼任这个人民银行的这个行长、央行的行长。那么这一次人行呢，也做了一些机构上的调整。所以我想很有可能是留一个过渡期，让这个易纲担任个几个月吧也好。因为实际上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当时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时候有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说何立峰要同时担任这个央行的中共这个央行的党委书记。那么这个信息我们也没有看到，到底是我们没有，就是今天还不知道，也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会公布了。所以如果是何立峰的担任央行书记的那一个职位被确认的话，
那么我觉得易纲担任的时间不可能会很长，我觉得就是一个过渡期。那么由此来看，其他几个那啥正部长，但是又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的，应该也是类似的情况。因为现在毕竟换班子还是比较大的一个规模，这个省委书记了、省长了之类的。而且这个在二会开完之后，中共发布了一个，就是他们这一次国家的领导机构这些人员的这种提名的方案，说的也很清楚。其实，在他们那个提名，就是在中共二十大召开的时候提名考虑的，也就是只是到了国务委员这一级，这个连这个政协副主席啦、人大常委副委员长这一批的不那么重要的副国级，然后还有地方上的这种省委书记，其实并没有那个班子并没有完全调整好，可能还是有一些个别的人物，还是需要调整。所以我想这也是这一次二会没有把这种新班子完全确定下来的一个原因。